赞，在家里就能看到彩虹哦，又凉快又好看。取来一块木板和一个木段，没有的话可以用硬纸板代替，把它们粘在一起。木段上粘上一个马达，将三根雪糕棒拼成雪花状，用卡纸剪出六个爱心，粘在雪糕棒上，把整体粘在马达上。之后接上电池和开关，彩虹电风扇就完成了，在家就能轻松看到彩虹哦。不管晴天雨天，心情都是美美的。我喜欢你。